八百款波迪亚。来呀来呀，小姐菜菜，一百二十，三百只要五十，卖完就无啊，赶紧来哦！万二啊，咱去买几百青菜。头家，给我三杯青菜。好好好，三杯五十，三杯五十。头家，哥哥给我一个大的塑胶袋啊。爸比，先怎要加摕一个塑胶袋啊？哎，无要紧啊，快点，也免钱啊。来来来，先生，你的菜。哦，好好。来，五十块给你。行，咱来去买豆腐。头家，豆腐安怎买啊？一盘只要三十块，买买要紧哦。我买一盘。啊对啊，帮我分做两个塑胶袋啊，对。爸比，先怎要分做两个塑胶袋啊，对哈？安尼豆腐会分做两个吃，一个一袋，比较较方便啊。也唔过，摕遐尼济塑胶袋啊，实在足无环保诶。没啦，塑胶袋都搁摕去回收就好啊。婉莉啊，帮我把这豆腐摕去冰。啊，无要安怎？你明明甲己讲要回收的啊！哦，好啦好啦，暗时我才提去回收啊。一定爱哦，我会注意你。爸比，粪扫车来啊！我紧提塑胶袋啊去回收。免着急，一定会付啦！未付啊！安尼，是好明仔才等啊。我去外口看卖嘞。啊，怎会安尼啊？爸比，你看啦，拢是你的塑胶袋啦！不准你再带塑胶袋回来啊啦！烧了后，阁会造成空气的污染。阁较重要的是，怎阁害咱兜饮水啊？是的啦，婉莉。以后爸比买菜的时阵，干那会用炸环保袋啊，袂用阁炸一大堆塑胶袋啊，倒来啊。
好好好，爸比知影哈。头家，给我三杯青菜。哈哈哈！哎，对啊，哎，做伙肯定大苏干罗啊，对吧？唔免唔免，拢肯定来吃就用呀。哈哈，哇，自备环保袋，安尼真环保哦。这是阮查某囝送我的，伊讲爱用行动爱地球。头家，你以后嘛较卖给人客苏干罗啊。对啦对啦，自备环保袋啊较好啦。哎，等一下，先生，看你查某囝大心搁环保，我想一定是你这个老爸教了好。来来来，每回搁送你一杯糖啊。啊？这呵呵应该是阮查某囝教你好才对啊。大家拢知影环保的重要，也毋过会用咧真正做到的人却真少。其实，只要一个小小的动作，就容易改变地球哦。环保是一种习惯，伸手做环保，环保就伫咧咱大家的生活当中哦。